首先就要给各位这个韩团，我们的 EPEX 他们来到节目当中，他们表达了极大的诚意，他们竟然要唱，真的假的？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就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，你原来你想你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末日之恋。黑夜降临，地害怕我爱你，末日前夕，情侣在我里，我再度失去记得你那些记忆，只是想拥抱你。哎呦，谢谢。台湾也可以跟韩国的这个学习，也是我们台湾很强的女团。Yeah. 他们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男团。Don't play with me. 想不买套裤，不听不买的牙线，被租给搞破掉。当初的引导，现在是卖脑，我看你真假。天下可能看破现实，新闻较歹势啦。但是看到天王出巡，较注意袂。